哎，天、啊，喂，我觉得这个水果，你看，它一看就看上去就特别好吃的样子。我不吃。讨厌的食物啊，水果，你试试吧。不是，人总要有第一次，对吧？如果我是水果的话，你要做什么？啊，你想我做什么？跟虫一起不亲亲。对，没毒吧？会死吧？我跟蚊子亲的这个，等于是你吃水果是吧？好，一起一起。好啊。我很快找虫子。洋洋 ，you help me find， 你帮我找一个虫子。So if I give him the insect, I will eat the fruit. The insect, I will eat the fruit. 啊。Eat the fruit. 为了这一点，我会帮你找到虫子。啊，不是，你们有问过我的意见，你们就我没有没有，我想看看吃桃而已。所以我们要找虫了，现在我们已经从开始摘水蜜桃变成开始找虫了。你知道吗？你找虫子的时候呢，你要看画，因为虫子喜欢 flowers。已经动员全部导演组为我找虫子了，哇！看到你们为了我这么付出努力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。这是我的惩罚还是他的惩罚？你们怎么那么高兴？哇哇哇哇，哇哇哇哇！对，没毒吧？不会死了？没毒，没毒，没毒，没毒。我看看，我看看长什么样。哇哇哇哇！花大姐，来了，不用怕，这不会死人。来来来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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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手在抖呢。啊，等一下，等哥啊，等一下，哥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啊啊啊！快打招呼啊！快打招呼啊！快说，快说，快说，好可爱！这快，好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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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可爱，好可爱！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快，快来！永清，我们的永清，水果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来来来来来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这样子拿水果吃哦。来，三二一。啊！历史性的一幕，一点点，你吃一点点。OK， 吃下去，吃下去，吃下去。喂，有那么恶心吗？这水果是甜的，里面有馅的，我不喜欢馅的感觉。快点，大家看我吞下去。Beautiful, beautiful。吃药，吃药。哎，真的好痛苦啊！它的 texture 有一点点这个不舒服的感觉。对，我刚刚这个我也不舒服。你本来是不怎么流汗的人，你现在这个汗已经哇都流出来。主要是被吓了，对吧？对啊，从吓。永清吃了水果，然后思强摸了虫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突破。对。